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就历史问题发表过一句极为经典的话，历史会重演的。但是什么是历史呢？才子佳人，帝王将相吗？那些只是故事，仅靠这些并不能真正读懂历史，尤其是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数千年的中国历史有无数的故事，但这些只是表层，在更深的土壤下埋藏住更深的原因，它决定住中国历史的走向，让中国文化保持一以贯之的脉络。比如说唐朝的时候，安禄山为什么会造反，而到清朝时却极少有总督巡抚造反形成地方割据呢？这两个问题其实背后涉及到中国上千年中央跟地方的权力划分和制度变化。安禄山的造反不仅是他个人的野心，背后还有唐朝地方藩镇不断扩大的结果。而这种扩大其实是中央跟藩镇不断博弈带来的原因，这也是唐朝在安史之乱后还能延续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唐王朝一直无法真正削藩最后走向灭亡的原因。清朝的时候，总督巡抚虽然掌握军政大权，但在人事任免、大规模调动军队等权力上受到严格限制，地方上又有朝廷的监察官员，中央占主导地位，自然不会有藩镇割据的情况。而这些内容吕思勉在中国通史里就曾说过，其实政治只是表面上的事情，政治的活动全靠社会做根底，社会实在政治的背后做了无数更广大更根本的事情。不明白社会是断不能明白政治的，所以现在讲历史的人都不但注重于政治，而要注重于文化。如果说帝王将相是演员，那舞台便是最底层的社会和文化。只有了解更深层的历史，我们才能判断它的走向，推测它将走向何方。而要了解更深的中国历史，除了钻研，更简单的办法就是借助巨人的肩膀，如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严耕望先生的《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志史三书》，都是不错的内容。而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则是另一本史书著作《中国通史》，它的作者吕思勉先生是钱穆的老师，一生志史严谨，受到广泛好评，被誉为现代中国四大史学家。为什么向你推荐吕思勉先生的这本《中国通史》？它是一本真正有价值的经典历史书。在豆瓣上，《中国通史》的评分达到 9.2 分，整本书对历史的讲述非常详细。它分为上下两册，涵盖中国历史的方方面面，让你可以更好把握数千年的历史脉络。一些读者会说，民国大师的书会带有很多文言文，不容易阅读。其实并非如此，可以看看下面这段从中国通史里摘抄的内容。国王常年征战不休，原因可能是为了争权，为了保住统治权，以免落入贵族手里。可是因为他们一开始就立足薄弱，那些贵族已把居住条件交换得来的土地变成了私有财产，这对政府来说永远是个束缚。因此虽然欧洲国王的权力日增一日，却不曾演变成东方的专制君王。并非所有东西都归国王所有，是欧洲政府思维的基石，从私有财产权出发衍生出人权观念，是西方价值的核心。政府权力必须有所限制，这样的观念之所以勃兴，其实是因为这些政府从一开始就处处受限，
对政府有所设限，对经济的发展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欧洲经济之所以能一飞冲天，成长速度非其他地区所能比拟，商人有保障是个关键。这套书采用胶锭，装帧质量极高，盒子上下用布包起来，放在书架不易损坏。从民族起源到民国历史，让你成为一个肚子有料、真正懂历史的人。原价258，新兴历史粉丝专享价，全套50元。点选下面连结可购买。PGC Card PGC Card HREF Text Decoration None Outline None Display Block WIBTH 100% HEIGHT 100% PGC Card PGC Card HREF Have Text Decoration None PC 样式 PGC Card Box Sizing Border Box HEIGHT 164PX BORDER 1PXSOLID 18118 Position Relative PADDING 20PX 94PX 12PX 180PX Overflow Hidden PGC Card After Content Display Block Border Left One slid pound key in 8888. HEIGHT 120PX. Position, absolute. RIGHT 76PX. TOP 20PX. PGC cover, position, absolute. WIBTH 162PX. HEIGHT 162PX. TOP 0. LEFT 0. Background size, cover, PGC content, overflow, hidden, position, relative, TOP, 50%, WebKit transform, translating, -50%, transform, translating, -50%, PGC content title, font size, 18px, color, pound key 200 on the 20 tall. Line height, 1. Font weight, bold, overflow, hidden. Text overflow, ellipsis, white space, narrow up. PGC content desk, font size, 14px. Color, pound key 500 on the 44. Overflow, hidden. Text overflow, ellipsis. Padding top, 9px. Overflow, hidden. Line height, 1.2mm. Display, WebKit inline box. WebKit line clamp, tall. WebKit box orient, decor. PGC content price, font size, 22px. Color, pound key F85959. Padding top, 18px. Line height, 1mm. PGC card by, width. 75px, position, absolute, RIGHT, 0, TOP, 50px, color, pound key 500 on the 6500 on the 99, font size, 14px, text align, center, PGC by text, padding chop, 10px, PGC icon by, height, 23px, WIBTH, 20px, display, inline block, background, URL, https, s0.com, pgc, v2pgctpl, static image comma, dt5 to be found when a png.